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晚上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我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这个历史战场哈，赤壁战场了，所以我想说今天比较有空，好来打一下，好来打一下哈，看看五只修罗神弓旗哈可以几讨哈。哦，那因为现在比武场也没什么人哈，如果说想要找乐子的话，也只剩这个战场可以来找乐子的。OK， 好，我上面是小公主爱心银色麋鹿，好往左边走哈，往左边走。好，现在感觉好像打人不多呢。参加的人好像不多，有可能是因为奖励的关系，奖励的话一般般。哇，这边的话应该就是战区了，不能使用。好，先打这个偷懒好了，许浩呆，刚刚看到许浩呆了，偷懒十位。好，来这边偷打一下，我放这个弱化啊，我先往后退，先往啊，挂了。姐姐，姐姐你干嘛下来？你们要去哪里？好好，现在使用瞬移大法，先使用瞬移大法一下，来瞬移，好，继续往前走。那玩什么游戏？打国战呢？对，你看哦，这里很多人，然后你是骑猪的，对，骑猪，你知道什么？哎，这个人骑猪，你知道什么骑猪吗？不知道，因为猪比较便宜啊，知道吗？其他的坐骑比较贵，是要发骑猪而已。骑猪的话就很便宜啊。那猪很厉害吗？猪的话就是很肥嘛，啊，可以活比较久，爸爸就可以活比较久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哎呀，挂了，怎么又莫名其妙挂了？我被魏国虎炎台击败了。你看，你明明说你可以活比较久的。不是啦，爸爸这个猪哈，怎么讲？他就是他说自己乱跑啊。还是一段跑。你们要去全联买什么？我们想要吃的。你们还没吃晚餐吗？还没吃完？哦，好吧。是哦。好，那我待会跟你们出去好了。哎，好吧，好吧。哎，玩一下就好，好不好？因为爸爸今天都没有玩到。来，我们现在继续打，我看可以几人逃。我打到八点十分就好了，好了。看可以几人逃哦，八点十分。混战真的是不好取的人逃，不氪金的猛将有机会哦。先往后退，先往后退，我连住了，连住了，连住了。啊！我挂了，就是很奇怪。我看到你的。你看到我怎么了？我看到你挂了。你看到我挂了？对，我看到。你的小兵在哪里？这个啊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骑马的？哦。然后骑马的，然后他拿了弓箭，这个就是我的小兵。他的马比较帅，还是我的猪比较帅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他马。他马比较帅啊。对。我的猪也很帅，你看他头上有刺啊，刺刺的。他也很厉害，他这个不是一般的猪哦，他是豪猪哦。然后你看他的嘴巴旁边有那个有角。有猪脚，它可以啄别人。我跑过去，我跑过去，我又挂了。为什么没？啊？你什么？你那个猪没有咬人。我的猪，因为它被我骑啊，我先把它拉回来，因为如果说它一直把我往前拉的话，我就挂了，我就被其他人打趴了。好，我们在这边好，在这边的话有人过来，我们来这边打。那你的小兵还好吗？我的小兵还好，还活着啊。先往后退，弟弟你在干嘛？什么？哦，我挂了，我挂掉了。你要看我？我一直挂，我都没有打败其他人呢，一直挂而已。为什么都会有那个奖牌？什么奖牌？那个。合在一起的，这个吗？不对，我合在一起，就是有不是有东西啊，合在一起两个同样的。那是什么？我没关系，待会你看到你跟我讲，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好，接下来爸爸打这个秋月堂。哎呀，我看到了刚才那个合在一起的。什么合在一起？我就告诉你了，哦，那个是技，这个啊，哦，这个是技能啊，这个是一个技能，这个啊挂了，一直挂呢，这个没办法玩呢，一直挂呢。
对，爸爸只买得起猪啊，爸爸只有猪可以骑，我打混战都打不赢，都没有办法取得人头。你们不骑马吗？比较厉害吗？我让我来抢骑好了。不是啊，是因为爸爸马都跑很慢，你知道吗？马也有分快马跟慢马，但是爸爸的马都是跑很慢的马。那这只猪的话是爸爸骑最快的猪，那这只骑最快的猪啊，比爸爸的其他马都还跑得还要快，所以爸爸才骑它，知道吗？而且它其他马嘞，其他马都很慢，它都是我是人家骑的马，他们的马都骑很，哦好，我拿钱给你们买一下，这里零钱都可以拿。不是，你今天说借我钱，不是还我零钱，我没有说要还我零钱。